迪晚安。Good evening。小朋友们，你好。雪球你倒好。好的，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警车 ，Police Car， 是 Baby 的 Police Car。做完呢，把这边剪一剪，然后组合起来，做完就变成一台警车哦。记得剪什么线？灰色的粗粗的线。我知道。有线的都先对折起来，我搁在外面照着线折哦。你看一下，车底要在下面，然后这里有二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，我们先把这条一跟这条二涂补，整个都。不要太多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对准粉红色的一，然后这边是蓝色的二，对准二，这样子盖上去，然后旁盖上去啊，然后把旁边粘起来。你怎么不知道怎么粘的？这样子。你怎么粘的？我不知道。然后离另外一边粘起来。我家就朝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一下吗？我看一下。我们要看数字啊，我们看背后的数字是不是有个绿色三？绿色三呢，就要连在哪里？哎，没有绿色灯。来，请看这边有一个绿色三，对不对？好，跟我们你们看有没有个绿色三？绿色三就是要连跟它连在同一个方向，绿色的三，三对三，对，轻轻的压哦。妈咪这样吗？对，轻轻的压。我摸你两边都有涂了吗？对呀。涂多一点，涂太少了。好，绿色的三跟绿色的三来盖上去，这个是车顶，来自己盖。华哥你好啊。华哥你这个没有对准啊，你绿色的三是在这里呢，你连太前面了。警察车了，来华哥，把你的警察车拿起来，我帮你们拍照。Police car， 你看，哎，怎么给我翻车了？